在 MC 中，飞可能很常见，但我现在是生存模式，这也能做到吗？给我点个赞，马上带你看。想在生存中飞起来十分简单，但我们需要先打开 MC 的教育版，这个版本日常被人忽略，但它暗藏玄机啊！输入这串指令，我们就可以像创造模式一样原地飞升，仙人指路。那么我们能否获得创造模式的免伤能力呢？不能。接下来是教育版的边界，正常的边界方块虽然我们看不见，但还是可以踩在它上方的。而获得边界方块，我们看得到正面红色的墙，可不管从上还是从下，我们都无法通过，非常离谱。这才是真正的边界啊！ MC 里的玻璃打掉会出现玻璃渣。哈哈，骗你的，除非有金轮采集，不然我们只能打碎不能收集。这个时候就搞点高端的，用三氧化二硼和氧化铝来制作强化玻璃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非常神奇的把玻璃挖掉了。气球，这在教育版里也是可以做到的。那么现在是化学课时间，我们需要，抱歉抱歉，一上课就犯困啊。总之就用这个操作，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的鸡哥绑上漂亮的气球。最后就是五颜六色的火把了，正常的火把并不能放在水里，但是加入镁等各种神奇的化合物，我们就可以让它变成水下火把，还能让它变色，无需模组就能实现紫色、绿色、红色、蓝色的火把，太好看了。看看我智慧的眼神，你学会了吗？